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鱼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鱼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喜从天降，党项人主动献国，百年错事赵光义留下后患。赵光义啊，留下了不少的后患，但是在当时呢，一切都还刚刚开始，只是啊，见利不见弊的时候。宋朝君臣谈官相庆，刚刚开始笑，结果更大的喜讯从天而降了。什么喜讯呢？当年的9月份，辽国的皇帝耶律贤突然病死了，年仅35岁，哎，是不是个好消息？而且绝妙的是，即位的人不是他成年的弟弟，而是他才12岁的儿子耶律隆绪。就这么一小毛孩子，懂什么呀？辽国的皇权落在了他的妈妈，皇太后萧燕燕的手里。而这位皇太后当年却只高寿29。完了。咱不说当时的契丹人和宋朝人怎么想的，萧燕燕本人那是当众哭了鼻子了，母寡子弱，族属雄壮，疗房未尽，奈何？那当真是奈何，里里外外从此就要你当家了。尤其是不管辽国内部是不是服你，至少南边还有一大宋皇帝呢。哎呀，真是空前的利好啊！一连串的喜讯让宋朝人那是心花怒放啊。但是赵光义本人却愈加沉稳了，他在观察。首先看幽州，自从皇帝耶律贤死后，辽国的南面的第一重臣耶律休哥也消沉了，他再不出战了，只缩在幽州城里边，把自己那窝棚啊修了又修，是补了又补，甚至都安分到了宋朝的马呀牛啊放牧的时候，偶尔呢跑过了国界了，他的派人呢再给送回来。这一切都说明什么了？你别去翻书啊，你别说萧燕燕后来多厉害，别说那个啊，你就想一下，假设说你自己是公元982年时候的宋朝人，你怎么想？很简单吧，辽国空前虚弱，机会来了吧，用一句曾经流行的话叫趁你病要你命，此时不打更待何时，但是不忙，抓了满把好牌的赵光一点都不忙乱，他坐在开封城里安静地观察着辽国接下来的走向。他有很多的事要做，首先他得把新得的党项五州消化了啊，还有这时候军队也不是当年远征燕云的时候了，但是一切呢都非常平稳。就在这种平稳之中，曹彬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咱们设身处地想一下，有一个问题啊，如果你是曹彬，是当时的第一军人，你发现手下的大兵们军饷不够了，实在是苦哈哈的过不去下去日子了，你怎么办呢？先说啊，跟皇上要皇上不给，你那么多俸禄又是众所周知备受爱戴的老首长，那么你自己掏腰包给部下们一些，是不是很讲美德的一件事呢？哎，你信不信这就是罪？在中国历代所有皇帝都忍不了的罪中之罪。这个事儿咱们得往前说。话说好多好多年以前呢，孔老夫子他老人家突然决定呢去看望一下自己的老学生子路。子路呢已经当了官了，虽然说官小，但呢也是一县之长。老师就问啊，子路啊，来报告一下你的政绩听一听吧。子路想了想，报告什么呀？我要说我判了多少个刑，老师不爱听。哎，对了，老师都爱听仁爱的事儿啊，这是老师所有思想最精粹所在，是吧？哎，对，就是他了。于是说，老师啊，是这么着啊，本县前些日子闹饥荒，哎，弟子呢本着救人之心，没经请示，开仓放了针，百姓们很高兴，很感激啊。却不料孔老夫子啪把茶杯摔地下了，胡闹！勃然大怒。对他的态度就像是对了一个乱臣贼子啊！我怎么有你这么个弟子，你简直是大逆不道。
子路听了满脑的问号啊，老师我错哪儿？老师什么情况？哎，孔子哀叹，孺子不可教也，只有天子才有资格放朕救灾，你这么做叫什么啊？百姓们感激谁？感激你，你这是在动摇民心，你在收买民心呢，你呀，你在与君争利呀，你这是为臣子者最要不得的祸乱之兆啊。于是以后千百年间，所有儒家子弟们都知道了应该怎么伺候皇上，可惜曹彬大枢密使却不知道。没办法，他天赋再高，品德再纯良，读的书终究还是不够的，于是做了错事自己还不知道。直到有一个小官是镇州的驻伯都监兼酒坊使弥德超，突然把他给告发了。他的罪名比子路还要高多了，因为他收买的不是民心，是军心呐。好了，你别说是赵光义了，就算是老主子赵匡胤都容不下这样的罪名啊。曹彬问题的严重性和恶劣性质，那不是教育改造的问题啊，那是得彻底回炉，让他重新投胎做人的问题啊。反正一句话，曹彬呢死定了。危难时刻，他那么多熟人，没一个敢出面劝解的。不是说这个大伙不待见他啊，尤其是军中好友，比如潘美啊，任何尤其是军中好友，只要这时候敢出来说话，火上浇油。为什么？皇帝更加误会哦，你曹彬收买军心是不是？有人替你站来说话了是不是？你们已经拉帮结伙了是不是？怎么办？堂堂曹彬真就死在那几锭银子上了？哎，关键时刻呀，一位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站出来了，他叫郭芝。这个人资历很高，是宋太祖乾德年间的状元。你想想赵匡胤17年间才考出了几位进士，你就知道郭先生的才学到了什么地步了。而且这时候他还是什么呢，著作左郎右赞善大夫兼太子侍讲，我叫太子老师。他挺身而出为曹彬辩冤，史称其叫范言直谏，最后都跟赵光义说出这样话来了，臣受皇上非常之恩，是以愚直报答皇，就我知道我这么做很蠢，我明摆着我知道我自己这么做很蠢，但是我一定得说，并且我这是报答你皇上，你得分清楚里边厉害啊。赵光义强压怒火呀，有很多的话他没法直接拿到台面讲啊，无奈之中啊，他趁机反问，是吗？你说说看，愚直有什么好处啊？郭芝回答就四个字，由圣奸邪，哎，掷地有声。我就是愚直了，我至少比那奸邪的小人要好。赵光义苦笑，曹彬所谓那个罪啊，再加上平时的安分表现，你真说把他就这么给杀了，也确实有点过分。赵匡胤想了想，得了，罢免曹彬枢密使，同平章事之职，贬为天平军节度使兼侍中。啊，死后呢，为了奖励然后呢，为了奖励这个告发者弥德超，把告发者弥德超呢，从镇州的一个地方小官，直接提升为宣徽北院兼枢密使，这个枢密副使，啊，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即日起到京师三部啊，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呢，宋朝的三司改三部了啊，各职这个下边有各这个什么枢密使、枢密副使啊之类的这些官职，哎，直接呢到三部上班去了，厉害吧？一步登天吧？你想想，宣徽北院使以前是谁的？咱们之前讲过潘美的，那是在潘美打下南汉之后才得到的荣誉，再加上枢密副使，哈家伙、啊，真是幸运的让整个宋朝都嫉妒啊！但是能想象吗？弥德超接旨之后啊，大为愤怒啊！这给我的这是什么官啊？微末小职，哎呀，觉得太委屈了！怎么才是枢密副使啊？我为什么就不能直接替换曹彬？你让我当枢密正使不就完了吗？难道不是吗？啊，本着谁害人谁受益的诬告原则，夺得投入就得有夺得回报啊！扳倒了曹彬，你就应该让我上来当曹彬呢？哎呦，皇上你不公平哦！大臣们，你们给我小心点啊！我没当上枢密正使，我得加倍努力。就这么着，刚刚上任的弥德超就以更加旺盛的上进心，更加敏锐的嗅觉，寻找起下一个目标。很快，他找着了，谁呢？王显差西。这两个人呢，都是他的同事，一样的枢密副使，而且都有宣徽北院使荣誉头衔，只不过人家先到，弥德超你后到，你得居其下，哎，这更加不可忍受啊！弥德超开始了公开谩骂式的攻击啊！王显差与其蛊惑皇帝无功而居高官，自己有保社稷之大功，反居其下，不公平啊！
米子超又骂人了，满朝文武都一哆嗦。可是当时人王显、柴雨溪哈哈一笑，俩人一点都不分辨，也不生气，直接上殿，把米子超那原话一字不改告诉皇上。赵光义的反应是什么？大怒，立即就把刚刚上印的弥的枢密给罢了官了，并且余怒未消，把他全家发配到琼州，就是现在海南啊，让姓弥的从此远远给我滚蛋，再别想在长江北岸露面。哎，朋友们说了，这怎么回事？有点反常。哎，其实啊，你想想我们之前讲过的内容，太简单了。王显、柴雨溪那是什么人呢？你只要看明白这事儿，你就一切都明白了。这俩人什么人呢？一年多前也是名不见经传，尤其柴雨溪，小小的一京官如京使，就这么一小官啊，他能迅速的冒升，他们俩完全是因为什么？告发前秦王赵廷美将有阴谋泄发嘛。可是弥德超长势，哎呀，说这两人蛊惑皇上无功而居高位，哦，这么说赵廷美那事儿那就是诬告了呗，对不对？那是假的了呗，俩人都诬告，顺便把赵廷美案子都给翻过来了，也就是直接说皇帝赵光义虐待三弟，完全无中生有呗。嘿，什么叫利令智昏呢？就算想不明白这里边内幕问题，你想砸人的时候，你起码看一下对方什么货色吧。王显、柴雨溪这是什么货色啊？那都是跟你一样无耻、无聊、无原则的告密者，你以为谁都跟曹斌是那么好说话，那么软和，那么好捏？就这么着，弥德超在当年二月份一飞冲天，然后四月份直达地狱，啪叽一下摔地，摔得可扁了啊，过把瘾就死。他走了，把回忆留给了众多的当朝大臣，把苦涩留给了曹斌，也顺便让赵光义清醒了点。冲动是魔鬼啊，老臣要珍惜啊，那都是难得的家底子，这似乎是真理。只不过这件事没过多久，曹斌的故事再次上演了。宋朝太祖朝、太宗朝加起来资格最老的那位臣子，他的好日子也暂时告一段落了，可以回家休息了。宋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10月，赵普罢相，以武圣军节度使出镇邓州，就是今天河南邓县，加封检校太尉兼侍中。这时候距离赵普复相之日仅有两年，这两年里边啊，赵普以宋朝开国第一功臣的巨大继位，以62岁的高龄日夜操劳，帮助赵光义把北征燕云失利之后的阴影啊都给消除了，并且贬谪了赵廷美，流放了卢多逊，把宋朝整个的上层权力秩序重建了，等于给赵光义重新换了一片天空。可是一纸罢相之就把这一切给抹平归零了，这在赵普的心中是什么滋味啊？打击吗？算不上了。无论如何，这都没有上次罢相的时候的错愕震惊啊。卸磨杀驴吗？太正常了。哎呀，花开就是为了谢的嘛，对不对？连皇帝都要轮班做，你更何况宰相了？只是各种滋味啊，冷暖难言。此生已老矣，再次出京还有来日吗？当年11月，皇帝赵光义亲自在长春殿设宴为赵普饯行，并且当场作诗啊留赠。诗的内容啊已经不可考证了，只是赵普啊手捧御诗突然间流泪，说陛下赐臣氏当客于时日，与臣朽骨同葬泉下。也不知道诗里写了什么，赵普一下子就想到了生离死别，这诗里边是不是有杀气呢？当天赵光义也为之动容，隔了一天皇帝的心绪依旧难以平复，他对近臣说，说赵普于国有大功啊，朕还是寻常百姓时就和他是朋友了，现在他老了，我让他到好地方去平安养老，他感激流泪，我也流泪叹息啊。但是官场这玩意儿不相信眼泪啊，啊，赵普被硬生生的赶下台，马上就有一位有心人看到了机会啊，又补阙指使馆胡旦在当年12月赵普刚刚离京的时候就上了和平颂啊，这个不是咱们说那个追求和平那个和平，和呢是大和的和，平呢是平安的平，哎，和平颂。序中说呢，说逆训远投兼普平外，诶，训是卢多逊，普是赵普，一个逆一个兼，皇帝都发觉了，都赶走了，所以功德无量了，哎呦，这是什么情况啊？却不料赵光义大怒，把这位胡先生立即赶出京城，连贬官带罚俸，让他彻底尝一下拍中马蹄子的滋味。因为普通的官嘛，道行还浅，他们体会不到一个凡人活的赵光义和赵普的层次会有怎样的痛苦和压力。这时候赵光义就在痛苦当中，谁说官场是皇帝的乐园？赵普在朝，哎，在潮流里边这个可以说是随波浮沉啊，身不由己，他也感同身受啊，兔死狐悲啊。
赵光义太难了，人生不如意事十居七八九啊，赵普可以一走了之，他赵光义不能一走了之，他得永远站在暴风眼里去体验他主动追求来的以及没法预料的各种压力啊。啊，就像这一次，在赵普罢相的背后就隐藏着他作为一个人来说最为悲哀的矛盾。什么矛盾呢？他的儿子楚王赵元佐。就在赵普罢相的十月份，赵光义把他儿子们的名字啊一律从德字辈改为元字辈，其中长子元魏王德崇改名为元佐啊，晋封楚王；次子元广平郡王德明改为元佑，哎，晋封陈王；三子德昌改名为元修，晋封韩王啊；四子德言呢改名为元俊啊，封纪王；五子德和呢改名为元杰，封义王。从此和他哥哥赵匡胤的这个儿子、弟弟赵廷美的儿子就彻底区分开了，并且五个儿子同时封王，都加同平这个同平章事啊，分日呢进中书省与宰相一同逝世。就从那时候起，赵光义的子孙在北宋史上唯我独尊，成了皇位的唯一法定血脉了。这其中就有赵普的功勋。据说赵光义曾以他哥哥当年的惯例询问赵普是否要传于廷美，赵普回答：先帝已错，陛下岂容再错呀？然后居中谋划把赵廷美做掉。按理来说赵光义要感谢他，赵光义的儿子们更要感激他，可事实上呢，他这次的倒台罢相就毁在赵光义的皇长子皇帝位置继承的第一顺位赵元佐的身上。赵元佐提起他让人想起赵德昭，德昭呢让人悲悯惆怅，而元佐呢则让人感慨万千。有一个问题啊，纵观华夏历史五千年，无数人争名夺利，丑态百出，而且呢视作当然，这其中有没有人在皇位唾手可得却只为了心里那一点良知的折磨就坚决不要呢？有，赵元佐就是这样。当他父亲费尽心机在血泊里边把大宋的皇冠捧到他面前的时候，满以为他会欣喜若狂，却不料赵元佐冷冷地说：不要，因为那上面有他伯父的血，有他两位叔辈哥哥的血，现在为了他竟然还要再让他三叔也流血。就在赵廷美被无端陷害的时候，赵元佐曾极力为之辩白，为之挽救，可是他理智的父亲却一意孤行，最后廷美被发配了。他无可奈何，但是却可以把这口恶气出在帮凶的身上，于是他以楚王兼王楚的身份来要求父亲把赵普给我赶走。他父亲答应了，一来大局已定，朝堂之上已经不缺赵普这一尊太沉太重的神了，二来赵元佐文武双全，聪明机警，就连相貌都和赵光义极为相似，在资质上，在心理暗示上都是帝国唯一的继承人。一个交易似乎达成了，未来是元佐的，无论这时候赵家另外两支的人受过多少亏负，等到元佐登基的时候，他都可以尽情的加恩，为父亲的曾经呢做出补偿，更给自己啊添加仁德的光环，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就在他封王之后才两个月，时间进入984年正月，也是宋朝太平兴国年号终结，雍熙年号刚开始的时候，从房州传来了一个消息，先是让赵光义如释重负，紧跟着就追回墨迹。这个消息是什么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少时在家，各位，你想跟大宇交流吗？你想跟大宇辩论吗？你想给大宇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宇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宇是宇宙的宇。